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处理警政署及所属主主管收支部分。那现在由我来介绍列席官员。那早上有来的我就不介绍，啊，但是有一个人一定要介绍，就是我们内政部我们叶俊荣部长，啊，还有我们警政署陈国温署长。啊，其他各行政列席的单位就不用介绍了。那现在请宣读预算事及委员的提案。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内政部警政署及所属收支部分。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跨无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警察、消防、海巡、渔民、空警人员及协警民力安全基金收支部分。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在校学生奖学基金、刘纯树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万善培先生奖学基金、刘竹生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收支部分。继续审查106年度财团法人预算案，关于内政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省义勇人员安全居住基金会预算书。继续念啊。106年度警政署及所属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其赔偿收入，警政署及所属934万4000元，第一目罚金发言及代金32000元，第二目赔偿收入931万2000元，第三款规费收入，警政署及所属1616万4000元，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1231万元，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385万40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警政署及所属442万9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69万2000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373万7000元，第七款其他收入，警政署及所属4091万8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4091万8000元。106年度警政署及所属税出预算，警政署及所属预算数200亿135万9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151亿5082万5000元。第二目警政业务6亿833万4000元。第三目警务管理2亿3965万6000元。第四目保安警察业务5亿6452万2000元。第五目国道警察业务2亿6975万9000元。第六目刑事警察业务5亿1679万1000元。第七目初级警察教育20亿3818万6000元。第八目一般建筑及设备5亿6628万6000元。第九目第一预备金4700万元。特别收入基金，内政部主管检查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员及协警民力安全基金附属单位预算业务计划部分请参阅。基金来源用途及余数部分，基金来源238万4000元，基金用途1937万1000元，本期短处1698万7000元，补办预算无列数。信托基金、在校学生奖学基金、
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因预计收支一处补补等项之惩罚结果随同调整，总收入82000元，总支出88000元，本期短处6000元。信托基金刘纯树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总收入17000元，总支出334000元，本期短处317000元。万善北先生奖学基金，总收入1000元，总支出114000元，本期短处113000元。信托基金刘竹生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总收入32000元，总支出47000元，本期短处15000元。财团法人台湾省义勇人眼安全技术基金会预算，收入支出及遗书部分，收入总额1961000元，支出总额5568000元，本期短处3607000元。税出委员公务预算提案第一目第一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维持费冻结50%。第二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200万元。第三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减内100万元。第四案，一般行政水电瓦斯费减内10%。一般行政退休职人员三节慰问金全数减内。第六案，办理治安满意度调查相关经费648万元，减内1%，减内1/2。第七案，办理治安满意度调查相关经费648万元，减内50万元。第八案，办理治安满意度调查648万元，冻结150万元。第二目，行政业务编列第一案，行政业务编列6,833,400元，冻结5%。第二案，强化警备应变措施、社会治安维护及国际警察合作，编列预算9,397,700元，冻结900万元。第三案，端正警察风气及强化各警察单位内部管理经费，冻结1/4。第四案，警察风气探访工作绩优奖励金，编列69000元，全数减列。第五案，端正警察风气工作绩优奖励金，编列47,600元，冻结100万元。第六案，警察风纪探访工作绩优奖励金编列69000元，冻结30万元。第七案，执行政风查处及预防工作绩优奖励金编列569000元，冻结30万元。第八案，端正政风树立廉洁工作奖励金编列77万元，冻结30万元。第九案，强化警用装备、车辆等后勤业务，冻结500万元。第十案，强化警用装备、车辆等后勤业务，冻结100万元。十之一案，强化警用装备、车辆等后勤业务，冻结200万元。第十一案，强化警用装备、车辆等后勤业务一般事务费，冻结200万元。第十二案，强化警用装备、车辆等后勤业务物品，冻结1000万元。十三案，警政业务、警察业务管理，冻结100万元。十四案，加强警察教育训练业务，减列50万元，冻结200万元。十四之一案，加强警察教育训练，编列
8697万1000元，冻结200万元。第十五案，加强警察教育训练业务，冻结200万元。十六案，反恐训练中心违应管理费，冻结800万元。十七案，反恐训练中心违应管理费1859万8000元，冻结500万元。十八案，反恐训练中心违应管理费，冻结150万元。十九案，警政业务电子处理警政业务，冻结1000万元。二十案，电子处理警政资料，关于数据线路通讯费169万3000元，减列50万元。第三目，警务管理，民防指挥管制所办理防情管制业务及通讯设施工作经费2840万3000元，冻结1000万元。第二案，办理防情管制业务及通讯设施，减列8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四目，保安警察业务，保安警察业务编列5462万2000元，冻结10%。第一案，保安警察第六总队经费1457万1000元，冻结1/5。第二案，设备及投资编列1514万4000元，减列300万元。第三案，办理安全警卫及中央驻卫警等勤务9069万7000元，冻结200万元。第四案，安全警卫及中央驻卫警勤务设备及投资编列1082万9000元，冻结100万元。第五案，保安警察勤务管理业务费减列30%，冻结1/2。第六案，策划联系及指挥所属各大队办理水资源、环保、森林保育、国家公园及其专责刑案等工作预算，冻结1/4。第五目，国道警察业务。第一案，国道警察业务编列2亿6975万9000元，冻结1/10。一至一案，国道警察业务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2549万1000元，冻结100万元。第二案，人事会奖金处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员奖励基金编列3000万元，删除200万元。第三案，维持交通秩序及安全经费，针对防治酒驾、购置相关仪器设备等1496万6000元，冻结150万元。第四案，维持交通秩序及安全经费，向下资讯软硬体设备535万元，减列300万元。第五案，资讯软体设备费编列535万元，减列100万元。第六目，刑事警察业务。第一案，刑事警察业务编列5亿1679万1000元，冻结1/4。第二案，刑事警察业务冻结600万元。第三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向下一般事务费减列130万元。第四案，侦办与督导刑案侦破及减诉致评对象减列200万元。第五案，侦办与督导刑案侦破及减诉致评对象冻结3000万元。第六案，侦办与督导刑案侦破及减诉致评对象冻结300万元。第七案，办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计划编列833万6000元，冻结1/2。第八案，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计划编列833万6千元，冻结400万元。第九案，两岸共同打击犯罪833万6千元，冻结100万元。第十案，侦办以督导刑案侦破及检诉制平对象，冻结100万元。第十一案，办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冻结100万元。第十二案，办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计划，冻结100万元。第七目，初级警察教育第一案，资信服务会编列686万6千元，减列100万元。第二案，初级警察教育业务费减列2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三案，新增警专学生宿舍大楼新建工程计划，编列预算100万元，全数冻结。第四案，警专学生宿舍大楼新增工程计划，冻结100万元。第五案，新增学生宿舍大楼新增工程经费100万元，全数冻结。第六案，办理学生宿舍大楼新建工程中程个案计划，100万元，全数冻结。第七案，基本教学训辅工作编列100万元，全数冻结。第八目，一般建筑及设备时空资讯云落实智慧国土内政图资整合应用计划智慧警政服务分项计划编列75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二案，反恐训练中心设备充实计划1亿2062万元，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三案，反恐训练中心设备设施实施计划经费1亿2062万，减列500万元。第四案，反恐训练中心维持管理费1859万8千元，减列59万8千元。第五案，反恐训练中心设备设施充实计划，减列5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六案，反恐训练中心设备充实计划，冻结60%。第七案，反恐训练中心设备充实计划1亿2062万元，减列冻结5000万元。第八案，反恐训练中心编列1亿2062万，冻结20%。第九案，反恐训练中心设备充实计划1亿2062万元，冻结500万元。第十案，反恐训练中心设备设施充实计划1亿2062万元，冻结200万元。主决议第一案，要求警政署应紧速就地方警力配置及工作量负荷情形进行全面检讨，提升警力应用成效。主决议第二案，要求警政署需紧速就警力缺额长期未能补足问题予以检讨，必力全国警政机关有效因应现阶段警力缺乏之非常时期，进而有效防止未来高额警力缺口情势再度发生。主决议第三案，警政署及所属106年度派驻他机关严警之相关人事费用，部分由营业基金及作为基金编列，归属繁乱且无法律依据，并低估公务预算人事费，要求警政署检讨改善，必符法规。主决议第四案，要求警政署就部落严民严警招募与人才培育原理检讨，并向内政委员会提出如何有效补充严民严警人力缺口，减缓原乡原民严警年龄老化趋势书面报告。主决议第五案，警政署应持续检讨现行制度，如严厉更具委外性质之制度，提升基层员警对心理咨商师之信赖感，以有效降低基层员警之心理压力，增进心理之健康。第六案，
要求警政署应紧速追查与分析现实青少年毒品犯罪成因，提出具体解决措施，并配合学校及深入社区进行反毒宣导，避力青少年远离毒品的诱惑。主决议第七案，要求警政署就集会游行安全维护勤务具体内容以及防护型喷雾器与群众事件中可能使用时机清楚叙明，并就未来政府朝向保障人民集会游行权利方向、各级警察机关如何调整相关业务、人力配置等应改善措施，以二个月内向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主决议第八案，建议未来应将基层员警工作绩优金奖金编列于一般行政科目项下之奖金项目，不应与端正警察风气分支计划一起编列，以避免基层员警工作绩优奖励金编列于其他科目预算中，影响基层员警奖励金领取权益。主决议第九案，检政署所办理心理諮商咨询体制效果不佳，原此检政署应以通盘检视及检讨所属单位，并提出改善计划，于一个月内送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十案，要求相关单位于一个月内将我国酒驾处罚处分包含罚则、预防措施、遏止手段等方面与国外进行对比，并提出具体可行之改善措施与修法建议。主决议第十一案，提案要求相关主管机关针对校园毒品查查、数据呈报、个案后续追踪管理机制进行检讨，并于三个月内提出改善方案。主决议第十二案，请警政署研议解决人力不足、勤务过重之困境，并考量增额录取原住民。请加强办理教育训练，指导基层严谨革遵法令分际，于取缔过程中应尊重法令所保障之原住民族传统惯俗。主决议第十三案，要求警政署一个月内如何将基层警员纳入防疫性驾驶课程安排，于半年内开始实施，提出专案报告，并请警政署于往后采购警车时应提高车辆主动与被动安全配备之标准，以保障严谨执行时之驾驶安全。主决议第十四案，为保障人民表达意见自由及立法院正常运作，除立法院警卫队外之保安警察应立即撤除，并应向本院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今年二月至十一月动员警察至立法院之执行情形。即日起，立法院周边无大型人民集会游行期间，内政部警政署不得动用警力进入立法院，侵害国会自主及人民表达意见之基本人权。宣读完毕。税务部分委员无提案，所以相关预算照例。那我们现在进行税务部分的协商。跟大家报告，等一下咖啡要来哈，因为中午的时候审议上会比较累一点。那也跟各位委员报告，警政署的预算第一目一共有八案，那一之一，好，黄委员黄兆松委员的提案一之二，这个第由我们由美女委员的提案。一至三，
是我们的那个黄忠义委员的提案，这都谈到基本行政，啊、哦，1至4的案是水电费，1至5是通案，哦，那个送到院会协商的，那1至6、1至7、1至8，都是相同的案子，就是办理治安满意度的调查。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了1至1、1至2、1至3基本行政，为主的预算，那请政署啊，依照1至1、1至2、1至3的基本行政为主的说明一下。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警政署人事室主任林国清就第一案提出说明。本署的说明是，全国警察机关自1005年10月31日止，实际警察的缺额是7044人，那基层巡佐以下的缺额是5996人。那明年106年1月估计，我们警专四等特考结业生又有2000人，可以分发到全国各警察机关。那届时的话，我们基层巡佐以下的缺额可望降到4518人。那从106人到109人，我们扩大招生哦，那每人有4000多人可以分发到全国各警察机关。那109人可以使基层警力可以降到2200人左右的常态缺。那本项预算呢，是维持我们署本部每日办公用所用的水电费、瓦斯费、印刷费、通信费用、耗材、公文寄送邮资，那本署均本着遵节的原则来使用，而且本项经费都核实编列，确属于执行业务的必要支出。如果遭冻结，可能会影响到业务的一个推展。那这边恳请各位委员能够免予冻结。报告完毕。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黄委员。那个主席、各位同仁哈，我想这段时间包括不管任何的活动，大概我们现在到楼下去看，整个连我们小吃部那边也全部都是警察，每天早上5点多，必须要用这样子的车子把警察带到我们立法院来上班。我想在这样子一个天气那么冷，然后每一个角落通通是警察，我不知道我们立法院最近是又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们内政部警政署必须要用这种方式？一个我们大概有200多个立法委员，100多个立法委员，每天呢、派这么多的警察来这里，然后我们的警察在各项活动被推到第一线，逼到所有的警察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工作，想要退休。所以我想我对警察的预算我是100%支持，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尤其是我们立法院，大家没有理由用这种方式每天黑暗时，你部长你下去看一看，然后所有的警察一点尊严都没有，坐着那个冷板凳在那边吃便当，这是什么情形啊？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内政部长告诉我是什么理由必须要这样做？现在我们请叶部长还是陈市长回答一下。好，跟主任跟各位委员报告。因为最近又审很多的法案，所以又还有正反不同的立场。那么最近因为也有到议场的，又到立法院内部的，也有到委员办公室的，所以这种状况，我们为了维护这个院区啊委员的安全跟会议的顺利进行啊，所以有规划了必要的警力。那么这个也请我们保六总队啊，保六警察总队负责警卫中队的安全，他们调度适当的警力。那外围的因为有的会翻墙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必要的一个维护，所以有我们也都检讨，希望能够必要而且适当的警力。主席，从以前到现在也有多少我们的办公室被人民进去，我们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上个礼拜还跟我们盯这种东西，盯到连我们立法委员的车子都没有办法出去，这个很离谱。这是什么啦？应该没得到啦，这个全部盯在路上。你们自己摸着良心讲，立法院现在是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吗？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了？跟我现在会比
以前任何一个时间还要紧张吗？跟委员报告，过去用铁锯嘛，有那个刺针型的，那钉到连大门都没办法出去，你知道吗？署长，连我们的大门我们都没有办法进出，我们的车子在里面都没有办法进出，有办法进出来？没有办法进出，我上个礼拜就没有办法进出，就没有办法出去。就说有人有乘客的时候就关闭吧。不是关闭，他因为他钉在那个路上，钉在那个地板上，那个，所以钉在地板上，所以你连我们的门都把我们钉住。没下钉，没有下钉嘛，没有钉了，没有钉，就是摆着。因为我那天要他们开门，他们说没有办法开，因为外面就钉住了。对对，我们有出口，那就是因为怕进来，所以没有出口，连门都没有办法出去。那个主席，我今天非常坚持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们的主管机关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警察当人，有人权一定有的尊重的话，那我们要这些预算要干什么？因为我们这有三个案呐，但是听到黄委员讲话，我心有戚戚焉呐，价值在随时改变呐。以前每一次开会的话都说警察打人，现在变成警察来救人了，所以还有你那个其实挡也挡不了了，一翻就够了，花了那么多的钱也没有什么意思在嘛。而且集会游行保障法不是说立法院要全部开放啊，不能那个啊。啊，集会游行保障法又不敢赶快送出来。有送出来，上个礼拜在立法院院会表决，又被民进党否决。不是都要开放好，下次我跟你一道协商，然后我的协商的问题是，民进党在上个礼拜的宴会，我们要求要处理，他们已经把它否决掉了。好，这样了解哈。那刚刚你发言完了，现在我们请叶一之二哈，由美女委员的提案，说明一下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那个政务监管链呢，哈，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案件到底能不能最后能不能这个判决确定，其实是在第一线的时候的那个政务的那个扣紧，那政务扣紧之后，那政务的保存，那到就是移到检察署，那检察署到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然后又发回到检察署，所以呢，各个单位对这政务的一个保存的方式，目前的规范其实都不一致，那以及它的之间的界面也不一致，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监管链建立起来。那因此呢，我这个部分呢，就是除了我们警政署以外，其实法务部调查局，还有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还有高等法院的检察署，还有司法院，都同样，还有国防部都有被我们冻结。那这里我可以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它降下来，就是冻结30万这样子。那我们只是要法务部召集大家所有各个部会，大家去把那个监管链弄出来而已。嘿。请我们警政署回答尤美女的提案。各位大家好，有关于刑事警察局做一个说明，这是有关于政务的部分，其实我们各单位，我们警政署的各单位都有一个，在我们警政署我们的建设中心都有一个规范，把这个政务做一个有效的管理。那当然因为这个案件里面我们有一些移到地检署的时候，那整个一个就不是能够完整的串联起来。那有关于这一部分，法务部他们也愿意在12月份召集相关的单位来共同研究这一部分。那有关于预算的部分，我们请委员都支持，因为这都是平常的一些费用的开销，我们是建议跟我们支持，不要跟我们冻结。因为你说冻结30万，200万降到30万，如果不要冻结，你有没有？好，冻结30万，好，第三案哈。我再回来处理第一幕的第一案哈，那第三案洪忠义委员的提案，主席哈，我想我提这个案子的目的哈，是希望说哈，他们可以尽快的哈，来解决哈这个人员急速退休的这个状况，人员短缺的这个状况了。那个简略哈，并不是我的目的了，好。所以我想这个简略我就不要了，但是我希望说他们再怎么样去补足人力上，一定要赶快来想办法。那刚刚那个等于黄忠义委员的话，他也了解这整个情况，所以他也
简略不简略的哈，已经改为不简略。那黄委员，你这个冻结50%啊哈，我评论一下，你讲得很对。我们在集会保障优先法，我们来劝过他们呢。那主席，我再讲一件事，我举最简单的例子，我请警政署跟我回答。太阳花事件，我们对那些学生全部都撤。现在请署长告诉我，当时还有多少警察，为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案子，还在法院当中，请你跟我说明。各位报告，据我了解，现在只剩下一个，是那个台北市警察局黄局长，前黄局长，其他的员警没有上法院的。主席，你听听看，这样合理吗？这样子合理吗？今天我们的警务人员，我们的主管机关在执行公务，结果行政院对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我们的警察必须要面对司法，要独自，你不能讲分局长在那边就只有一个人，那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公权力。如果我们内政部、我们警政署对我们自己警察的公权力，我们自己应该维护我们的尊严都做不到，那我们这里要给他预算干什么？我想我这个不是要一定要冻结怎么样，但是这是手段。今天我如果不提这个案子出来的话，警政署内政部一定不会在这个上面再做检讨。那个黄委员讲的有道理啦，今天虽然以前我们是执政党，现在变成在野党，在野党变成执政党，所以署长你回答这个问题啊哈，要特别的小心。而且这也确实的情形啊，哦，当警察在维护他的公权力的话，我们竟然没有办法去保护他们，因为我碰过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解释一下，部长，这个一定要妥善的解决。我跟你讲一个实在，以前天天警政署在开会是警察打人了，现在啊，我们改为警察救人了。回答一下好不好？那个提告的部分是公诉罪哈，如果妨碍公务就没有撤告，告诉哪路你就撤告，大概是这样哈。你们有没有替他请律师那一些？还是他个人有一个？我们本来公家就有受送的一个补助，那另外如果不足的地方，我们也有个基金可以来协助他们。那个黄委，我是这样看法，我看看你有一个主决议，看那个哈，我们等一下讨论一下啊。他现在啊，我跟你讲，主决议不痛不痒啦。主决议、啊、不痒，我看你写主决议很重要的，你说哎。我当然很重要，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不然那个主席你要怎么处理，我没意见，但是我要保留，因为你是我那做起去警察的啦，没有理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严谨，而他们是在执勤，结果今天是这样的状况。我想哈，大家都是很支持警政的预算的哈。那刚才不管是游委员还是黄委员，或者是洪委员也都说了，就是说其实预算冻结不是真正的一个目的，真正目的是要凸显问题了哈。那两个问题我也想就教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人员编制的缺口的这个部分啦齁，人员编制的缺口，我想各县市都暗暗猜啦齁，各县市都暗暗猜。我是希望说内政部以及我们警政署要真的去深刻的检讨，说是什么样，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齁招聘新血这么困难，那然后招聘新血困难，同时呢这一个比较资深的又一直想退，我想这一定是存在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上出现的现象，是不是从事警职尊严相对没有受到重视，或者是说从事警职在执法过程受到太多干扰。好，我想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也不能每年来这边每次开会的时候然后就说啊编制不够啊大概就忝了。好，尊严要顾，但是在顾尊严的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人量，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调配跟这个环境。第二个齁，刚才黄委员讲的我想是大部分委员的心声啦齁。就以我们这一段时间来看，几乎我们每天来上班来开会，走到路口，走到办公室外面，走到天桥，走到走廊，全部都是我们警察同仁。坦白讲我们心中是更多的是不舍啦齁。那我是希望说啦齁，因为部长您以前齁也是比较自由派的学者，
哦，你也是比较自由派的学者，也是一直都是比较主张进步的观念呐。我个人不认为像现在的这样一个布置是符合你内心真正的想法了。哦，特别是哈、哦，特别是其实我们看到陈抗不是每天都有，但是却是每天都布置这么多警力，我觉得这真的有必要要检讨了。哦，陈抗并不是每天都有，但是每天我们看到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警察同仁。那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些警力布置是警政署自主来布置，还是应立法院的要求来布置的？这个可能要请警政署回答一下。跟委员报告，第一个招生没有困难，因为现在警专跟警大的学生，录取率只有10%几，特考班也是10%几，所以一直维持到12到18，招生没有问题。以前是这个考试的这个需求跟考试制度跟规则，容训量不够，但现在已经打通了，就是保一、保四、保五跟警专的容训量打通，所以现在开始一年招4000多个。所以刚刚有提到说这几年每年进账4000多，那么像今年已经减缓了。今年退休，去年是高峰，因为退伍制度变动的关系，所谓85制，所以今年的退休已经减缓，到目前为止减少了673个人，就是减了30%几，所以退休今年会减缓，在维持在2000左右，一年进账4000多，退2000多，所以每年将来慢慢的，这个会减缓，但是所以这个没有困难。那用警力，我在想，我们一直在检讨，这个必要的适当的警力来实施。我们看到，我也不忍让我们同仁这个都有保四保五来支援的、啊，但是这个警力没有动用到台北市这附近的一般正常维安的警力没有，都是他们在保四总队、保五总队的警力。的应用，我们做轮流调配，我们会做必要的检讨跟适当跟必要。我刚才除了这一个缺额的部分，我刚才主要是想了解哈，我们现在是基本上不管有没有陈抗啊，每天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不管是哪个角落走廊什么，都是我们警察同仁啊。我觉得这个必要做一个调整啊，这个真的是必要做一个调整。你说有陈抗，那你必须要维持秩序，那我相信谁都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每天把立法院弄得好像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那我刚才是想了解，这个需求是由立法院提出来的，还是我们警政署自主安排的？这个回说明一下来。这个，我先讲一下哈，那个岳部长因为要去开治安会议啊，他特地赶来了。涉及的那么广，某地点我个白时间呐，因为这个事情啊、哦，直接影响，而且我一直要你，之前说我不要休息，你偏偏要休息，不是外公哈，因为这牵涉到我们立法院未来整个的布置。这你看看呐、啊，我刚刚拿的这个表，你搞看有偌济人，你惊死人，你知不？从我是指从11月3号跟他邀到今天的，外面跟里面呐、啊。总共你看，总共有多少呢？外面的场外的有4000多个人，场内有2000多个人。哎，打地的给你派几堆人来。好，我们请检政署解释一下啊。赵伟跟各位大家好。有关院内的这个警力部署的部分，如果有比较大的这个陈抗活动，立法院有提出。啊，希望加强维安警力。这个每天都是立法院要求的吗？从11月3号一直到今天，每天都是立法院要求的吗？解释好，好，刚刚有问到谁要求的哈？各位委员好哈，我保安组报告。那因为这个在台北市哈，它大概每天都会有陈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有时候在总统，有在行政院，有时候在各部会。那我们会按照保六总队的，还有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一个申请。那事实上我们都有严格审核，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用自筹的一个警力。是你们自己派来的呢？我现在是重点是你们自己派来，还是我们立法院场外的是？立法院是这个保六总队负责，他们有提出申请，我们也会审核。是立法院申请吗？我们两个部分，院内是保六总队，那院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这个、院内也不是只有保六总队，院内也有警政署支持、支援的哦。你这个表写得很清楚，我想这个不能够糊弄的啦。赵顺姐跟我们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院内的保六。或者是因为你也有增派嘛，你又不是用常态的，你有增派嘛，你院内的保六增派
或者是院区外的这一些街道转角这一些警力的审核，你总是要有个起因嘛。那是不是想确认说，不管是你院内保留的增派，或是院外警力的增加，是院内提出申请、提出需求，还是你们自己判断情势而自己增派的？就这么简单。保留补充报告，有关院内的部分，有大的陈抗活动，在我们总务处啊菜市场那边都有提出希望增派警力。那其实从11月13号开始到现在，我们有审酌治安状况，所以有时候白天也没有其他的支援警力。我们都问了，那个主席他没有把真正的那个讲出来哈。我这里有我一直跟他要这些表啊。保留的部分在我们院内，就是我们立法院院内有一部分是保留建制的，有一部分是警政署支援的。警政署支援的部分有1800个人次，然后院外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的部分哈，有一部分是台北市政府的，这是场外的，有一部分也是警政署支援的。所以警政署不能够在这件事当中是置之度外，说他们没有责任。今天本席想知道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每天都有啊，不是只有一天两天。如果说你有抗争，你来，我觉得来支援，我觉得这个合理。他不是他每天呢，那是讲我本席认为，把那我们这些警察人员弄得那么没有尊严，然后每天早上用这种车子5点多送他们来立法院。那现在是什么情形？我们是警察国家吗？还是如果有外宾来的时候，让大家都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立法院就变成是这个样子，是这样吗？确实最近警察非常多了。那个部长你很确实的回应我们的黄委员今天提的问题，如果依照他所提出的实质啊，那比以前差了很多，结果是用警察来当围墙，来阻截民众到地法院的陈情。那我记得在集会游行法的时候，只有两个地方是全部开放的，民众谁都有资格进来，一个是好像立法院，本来包括行政院也是好啊，但是最后又把它收回去了，包括监察院你们是不得阻拦的哦。如果集会游行保障法通过的话，你们是没有办法阻止百姓到立法院任何的地方走动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他们来改进怎么样？黄委员，那个主席不是只有改进的问题，你知道吗？你现在像是小吃部的那个要进来那个地方，他就正式架设录影机在那里。那个主席，这个不仅止于是说，本席甚至于怀疑，他是对我们立法委员是非常不尊重。我们所有的进出，我们所有的一言一行，只要经过那边就全部都出来了，哪里有这种事？部长，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好吧，到处都是警察。因为本来立法院是给大家自由进出的哦，照集会，游行保障法刚刚出委员会里面，立法院、监察院、百姓的陈情、民众的陈情，他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没有任何的设限哦。啊，部长，回应一下我们黄委员的。大家一起忍受嘛，我们看不下去嘛。我已经很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啊，啊，真的警察很多了，啊，警察很多，警察很多还是小事哦。他每一个路口都给你装那个录影机，你知道吗？这个已经严重侵犯到我们国会立委的自由哎。你下去看一看，你现在下去看。好好，你讲的话我完全相信啊，好好。我在。好，那休息10分钟好不好？好，那我们来部长你去看一下好不好？署长去看一下，好，一。
啊，我看了，我就甲讲。这个是不够好，太出力了哈。好。录影机在哪里？我还不晓得。压力太大了，都知道。警察，我全部都知道。但是书店恭敬经的哦。没有，坦白讲，最近哦是真的，每个转角到处都是哦，那个真的风声鹤唳的比较严重。下雨天嘛，每天。我对我的讲啊，可能伊也唔敢讲啦。我本来是讲，阿你有工作喜欢你哦，阿伊唔敢讲。阿你阿你，但是咱其实都是有个重视。是，因为
各位委员，我看了休息十分钟不够，我们休息三十分钟，我再继续协商。也太乱了啦！还保掉这啦，无滴啦！啊，你家己出去看啦！啊，全世界没有理由哈，国会的每一个入口，里面外面全部都装监视器。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是监督我们立委，还是监督什么？哪里有这种事？现在是威胁还是恐吓？好，我们休息三十分钟，继续协商。啊，咖啡送过来，想喝一下，不要泡热的，泡冷的再换。这点你等伊啦，因为你来，我今日绝对袂信的，你放心啊，你等伊休困，你去做工课。没啦没啦，因为哈，这牵涉的太广了啦，没有理由。我都叫带脚位去看，内底外口每一个路口，甚至一到宴会的路口，只要开宴会，通通给我们架设录影机。这严重侵害到国会议员的权责，哎，怎么可以这样？各位委员哈，你们要忍耐一下。好不好？继续协商一下，好不好？不要忘记哦。啊，我跟大家讲实际的话，以前是没有这个摄影机，以前是有警察派人在录影的。那因为派人在录影的时候，常常会引起冲突，所以今天呢，我们休息三十分钟啊。哦，这个问题算也啊真严重滴啊！啊，我们休息啊，慢慢喝咖啡一下。请问啊，您头拄啊看是架固定的还是？架固定的，架固定的。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啊。架固定的，迄是迄真正是做千万人讲，你啊不是啦，来遮又何去有代志，你知无？这个职位休息三十分钟，我再来宣布好不好？啊，反正咖啡要帮我喝完啦，啊，我今天用冷的，大概也用对了，不是用热的啦。这样子啦，三十分钟我再宣布下一个步骤，好不好？啊，要离开的可以先前离开了哈。啊，姐，你们要留守哦，我收尾了哈。
那这样子好不好？今天警政署的预算审查到此为止，择期再来审查。好，择期审查，好，今天呢，哈，散会哈，今天好。陈委，体谅一下哈、哦，因为我们都是过来太阳花的说你们，哎，陈委有在，我们都有在，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嗯，谢坤。我们要休息了，你睡起来了，真的睡起来了。